白沙屯妈祖绕境倒数咯，董事长带头玩要来提醒您今年绕境注意事项。注意事项前先来了解放头旗是什么吧。头旗为白沙屯妈祖进香之先锋旗，引领进香队伍前行。妈祖起轿出发前三天，拱天宫会举行放头旗仪式，将头旗树立在庙前龙柱上方，昭告四方，揭开进香序幕。年度进香从这一天起正式开始，家里收藏已久的进香旗需请回拱天宫过炉，向头旗与妈祖报告。白沙屯居民会于傍晚时刻准备饭菜，持进香旗到拱天宫犒军三天，犒劳即将随行进香的兵马。要参加往北港进香的香灯脚，至少需要吃早斋三天。进香沿途则没有特别要求荤素。从放头旗的那一刻起，人们需要历经一段过程，从行为上与思想上由一个社会人士转化成为妈祖的香灯脚，透过吃早斋对自己约束，修身养性，平缓性情，也透过犒军习俗了解有妈祖兵将随身，凡事要谨言慎行的宗教民俗制约。这些习俗流传已久，让年轻一代的与耶祖辈的信仰产生连结，达到永续传承的意义，走进一场属于白沙屯的宗教盛会。绕境注意事项，今年有几项保护你我的呼吁。如果你决定要徒步参与进香，且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的支援下，我们呼吁参与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是一个自我的挑战。绕境时常常遇到许多的信徒好朋友，走不动了，绕队了，都会在路边做短暂的休息。在您落队休息的过程当中，常常会遇到善心大德开着自家的轿车，希望您能够上车，以接驳的方式帮您载到妈祖队伍的前方。我们建议您尽量避免选择空间密闭且不通风的小车，在情非得已非坐小车。如果在可以状态下，我们建议您选择大型且通风良好的车辆作为接驳之用。参与七天全程的64辆游览车，在往年都会提供给走不动的香灯脚上车做短暂的接驳与休息。今日拱天宫已正式的对外宣布，这全程的七天游览车共64辆，在今年将拒绝所有非该车成员的一个接驳与休息的服务。在利益良善的决定，是为了保护你我的安全。还有一项就是白沙屯的妈祖銮轿进入北港朝天宫之后，将同去年一样，随即展开拜天宫的仪式。当您参加完拜天宫的仪式之后，我们建议所有的香灯脚就尽早找空旷的地方休息，我们尽量避免群聚。不论你是用何种方式参与白沙屯往北港徒步进香的活动，切记确实把口罩戴好。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期间有可能会遇上梅雨季，也就是说在妈祖进香期间可能会遇到下雨的状态，如果口罩淋湿了就没有保护效果。我们建议您应该出门时多戴口罩备用。另外强烈呼吁，无法提供3剂疫苗证明，没有绕境备章信众不参加随团徒步行列中，沿途会有支援的公庙或团体监督查验。以上是本注影片的几项重要呼吁。